常常讲说呢，人生呢总是会有苦。第一个就是求助的苦，第二个就是爱情之苦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上都会面到三大苦，就是苦我们要怎么去突破？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创伤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再来带来一首插进去已经死的一首《爱情之苦》，得不到苦的爱情短剧。我们期待这样双方的演出，我们掌声鼓励《爱情之苦》短剧。